哦、哎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！大家 好,、啊、大家好，我们是少爷和我姐。哎，我们依次介绍一下吧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卓君，我是江木远见，孙书月，我是新仔，张哲华，严佩伦，马旭东，张佑维。哇！然后看出来我们这是一个老大的一个戏了哈。啊、嗯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叫做《苏醒了德古拉》，然后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场景啊。现在是在这就不用说了，不说了，就是一会儿灯光会有一个变化，变化的时候会有一个 BGM， 这个环境就是跟那个 BGM 非常适配的一个，大家可以想象。像一下啊，对好 好，谢谢大家。你再说一句，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刚才刚出的本可能记不熟、啊、是是是是、啊、对对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我罗马尼亚的黑夜之王吸血鬼德古拉苏醒了，让我想想发生了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我和姐姐原本在罗马尼亚平静的生活，却被村民石川被猎人追杀，我的胸口也被银子弹击穿。果然我还是没有那么轻易的会死掉。不过这个地方是哪儿啊？感觉好陌生啊。我怎么感觉远处传来一阵陌生的吟唱啊。这是哪儿啊？正月里来迎春花儿开呀，我和你嫂子两个人蹲在前呐。人血不行，人呢？我们德古拉家族已经立誓不喝人血了。人哪去了？哎，马丽啊，那啥，你那个，你，妈呀，啥前醒的呀？我你啥前醒的孩子？你是谁呀、啊？我，你叫我二哥就行。二哥啊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我家。你家？刘家屯。刘家屯啊，东北。东北，罗马尼亚的东北是哪儿啊？就是东北嘛，中国铁岭。为什么呀？我怎么来的呀？我昨天还在罗马尼亚呢。啥玩意儿？昨天也搁这儿了，来一年了。一年了？你不中弹了吗？完了就晕了，一晕晕一年。我晕了一年。孩子，没事啊、哦，没事。你现在刚醒，指定是有点蒙圈。完了我呢，怎么的？你别动！你这孩子，你别这样，你听话，你出来，好不好？你搁那小柜里多黑呀、啊，好不好？这小牙呲的成带劲了。我用你夸吗？我这老大个吸血鬼咋胆儿这么小呢？你知道我是吸血鬼？你姐都是，你咋能不是呢？我姐啊，我姐呢？你别我姐呢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孩子，别着急，你让我给喊。那人，马丽儿啊，马丽儿，你出来呀！你弟醒了，赶紧的过来。姐，妈呀，这操的，爆波呀！哎妈，醒了，放波儿，干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啥意思？这刚才就这样，一受刺激了，刚才就这样。哎呀妈，这一受刺激就钻柜子哈、来，你是谁？你站！咋不认人了？我是你姐，德古拉玛丽。我姐说话才不是这种腔调。你看我，锋利，真是姐啊！这波儿啊！哎呀。姐，真是你呀、啊！哎呀，想死姐，我好想你啊！姐，想你呀、啊！姐，哎，不是，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嗨，就一年前嘛，俺俩搁那老家罗马尼亚的时候，让那猎人啊，
拿枪撵着跑，完了你不就挨一枪吗？完我就背你一直飞呀、啊、飞，一飞就飞这儿来了，完事我就累迷糊了。是，后来就让我瞅着呢，我合计这俩人咋躺地上呢？我开拖拉机给你俩拽家来了。完我就瞅这块儿哈，哪儿哪儿都挺好，村里人老热情了。完我就合计我这住两天吧，一住住一年，就这么个事儿，听明白没？我想听明白，但是你的口音一直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呀、啊。嘿，没事啊，波儿，不到一个礼拜你说话也能变这味儿啊。一个礼拜？不，走走走，赶紧走。哎，从哪家走啊？回家呀，罗马尼亚。哎呀，你还是没整明白呀，回去也是让人追杀，不如就把家安这儿。可是，那啥，你俩先唠吧。是不饿了？这孩子刚才看见我，那都馋坏了。哎妈！那是锅里炖血肠的啊、哦！我给你俩端过来，搞酸菜炖的，那家伙味儿老正了。快去！那家伙是谁呀、啊？我呀、啊。姐，咱们是吸血鬼，怎么能和人类住在一起呢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姐都跟这住一年了。你忘了咱们俩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人类都坏得很。咋的？烫呀！干啥呀？这床好烫，是个陷阱。哎，那是火炕，是他们睡觉的地儿。心脏差点给我烫跳了。没事啊、哦，咱也不搁这睡，白天呢，我们就搁大衣柜里站着睡就行啊、哦。来来来，吃点血肠来。呀，来酸菜血肠。来来，老好吃了。过来，来坐。过来，来快点，快点。这菜怎么是酸的？那酸菜不就酸的吗？这是一种腌菜借味儿的，你就吃血肠就行。来，果然人类就是想毒害我们。我知道腌制的东西里面都含有大量的，哪个是血肠？就这个红色的。你赶紧来，造点，造啊，使劲造。那啥，你呢，不说点事儿啊？说啥呀你？你俩平时说话也不用嘴呀、啊。是那啥地跟你先吃哈、啊，香不好吃不、嗯？好吃。啊，你姐夫特地没放蒜。谢谢姐夫，姐夫，你这说这干啥？你说说你这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包裹醒了，完了第一时间就跟他说。那嘴咋那么快呢？人那孩子刚醒，你就官宣这么大事儿，多刺激呀、啊！这不早晚的事儿吗？你看给孩子刺都刺柜子里去了。哎呀，波儿啊，出来，那咋又钻柜子里去了？我接受不了。咱们是吸血鬼，你怎么能和人类结婚呢？那我和你姐夫这感情也是慢慢培养的呀，那毕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。对我来说就过了一天呢。别吵吵，吵吵把火。波啊，当姐夫再说两句、啊。谁认你了？你俩过吧，我走。哎哎，上哪去？波啊，我哪走？走。谁来了？呀，村长啊！村长，我刚才呀、啊，我在门口哈、啊，我就听了个大概。那这样式的，我把事儿定一下子啊，你呢就不走了，啊，好不好？你看你姐夫都搁这，你往哪走呢？是不是？你再说你昏迷这一年，你姐夫对你都啥样式的都不用跟我说，你就自己合计能不能干这事儿，你就合计，你抽根烟不？你谁呀？村长啊，你说你饭口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啥都没准备。哎呦我这，你准备啥？你给我拿来。哎，准备啥呀？我跟你说，啥也不用准备。我这不听说你家鲍波不醒了吗？嗯。我跟你说，俺家你嫂子特意给包的饺子。你用不着那些。有酸菜馅的，有血肠馅的。这闹笑，哪血肠馅的？波，你就光吃馅儿行啊？那就没必要包吧。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，我走。站哪去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就你呀，你这孩子太犟。我跟你说啊，一天天你就在那瞎闹，你就琢磨，赶紧坐。莫名其妙，但是好有感染力啊。你说这孩子这个犟这个劲儿哈，跟俺家孩子一样一样的。你说这俺家孩子呢？英子、啊、来了，来了，跟我一块儿来跑哪去了呢？
英哥，你进来踩门口呢？进，搁门口你干啥？你进。哎呀，你这爸，你我进。英子，哎，喊人啊，喊人。二叔，哎，二婶，哎，喊这还有小哥哥呢。你爸，你干干啥呀？我操！小哥，坐着挺好。哎。来坐，英子坐啊，坐下。这你看你，你叔给你炖的酸菜血肠，你坐这儿啊。英子看，看小哥长得帅不？你爸，你别，你干啥呀？你这别，多帅，大吸血鬼瞅一眼，你还有太不瞅吗？你不瞅，不瞅，孩子犯那盯着我看呢。哎呀，我说啥呀？你说现在这孩子是不是犟？是，孩子不都这样吗？啊，孩子是不是都这样？啊，来呀。那个也不是老郭家那个女儿，人家小嘴就巴巴的。那老郭那两口打两下子巴巴的。那不是啊，那老赵家两口子不也爱唠嗑，孩子也不爱吱声吗？你这么一说，老长时间没看见老赵家孩子了啊。鲍波，有对象没？太突然了吧！爸，你干啥呢？那个多大了呢？今年？你爸你？我310岁。妈呀，310了！啊、我寻思小孩呢。311了，这孕一年忘了。俺家孩子28，跟他差3岁。怎么算呢？爸，你这，我觉得正合适。是班对班的，是不是？谁搁门口在笑呢？哎呀，谁呀？我说这屋咋那么黑呢？这大晚上的窗帘咋不拉开？拉，哎，二哥。你家那吸血鬼是不是要和英子处对象？别老跟他嚼舌根啊，上一边去。哎，哪个是吸血鬼啊？就那个玛丽他弟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跟英子挺般配呀、哎。干什么呢？观赏呢？这咋还急眼了呢？哎，你别说，这吸血鬼一结眼啊，还挺吓人的。是挺吓人的。哎呀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咋了这是啊？姐，这地方真没法待了，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是吸血鬼了。那没事啊。姐。你忘了咱俩在爱尔兰时候的事儿了吗？镇上的人知道咱俩是吸血鬼的时候，是怎么伤害我们的？咱这儿不一样。哪儿都一样。我们从来不伤害人类，但是他们呢？爱尔兰是这样，亚平宁是这样，波罗的海、伏尔加河、西伯利亚，不都是这样吗？英子，刚才小哥说的字儿都认识吗？哎呦，爸，你这300多年。半个世纪，到头来不还是只有我们俩？说啥呢？那人不都在这儿吗？你俩也别在地球上瞎晃悠，就搁铁岭待着吧。陪不了你俩300年，那30年还陪不了吗？波儿，你表个态呗。是不是真有样？那血肠管够不？那肯定的，甩膀子就揍吧。甩谁的膀子呀？谁呀？姐是猎人，德古拉鲍勃。你终于醒了，我等了你整整一年，范海辛等你一年，就想当你面和你说，真对不住啊，各位，我真对不住你。我当初真不知道他俩是不惜人血呀、啊，真是。那后来这俺家你嫂子告诉我，那我才知道，我下手太黑了，哥们儿，我真是我对不住他，是不是、啊？我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老范大哥呀，那阵儿啊，天天搁俺家门口跪着，是吧？求我原谅的。是这个我能作证，过一个多月都跪秃噜鼻了都。那后来天太冷了，我这玻璃盖子都跪废了。对，跪啥跪，都原谅你了。不是，那这他不没原谅我吗？你这口音怎么也是？来了半年了，一个星期都没挺住，那家乡话忘死死的。波儿啊，你看人家老范大哥挺不容易的，是也挺有诚意。对，你给句话吧。我这么地啊，哎，爸，我把这事儿呢咱定一下。爸。我话要多了是吧？是有点气，那别说了，哥，别说了啊。给句话，那瞅我干啥呀？那别搁那杵着了，走菜吧。谁你说的？我得跟英子出轨呀！你估计得出了，你别说人听包饺子去。来，给大家变个节目呗。是个节目，整啥节目啊？来个节目，吸血鬼嘛，表演俩特长，变个蝙蝠。这玩意咋变呢？现在什么变就变呗。啥蝙蝠？那不是
啥是蝙蝠啊？是那不夜蝙蝠吗？夜蝙蝠是那叫那叫蝙蝠，那是蝙蝠。哎呦，蝙蝠！行了，咱就抓紧着吧，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都挺好的。哎呀，西光吧，西光，西光吧，西光吧。